Hello， 各位亲爱的小伙伴，欢迎继续收看本期的音乐视频。明明是日本神曲，却在咱们国内如此火，几乎每一首都能听出中国历史的厚重感。那么本期小编就带你一起来听听吧。第一首，太田美智彦的《万里的长城》。这首曲子每次旋律响起都能带出宏大的场面，有着很浓重的古风感，不仅回想起电视中广告的背景音乐，更是给听众一种强烈的祖国盛世的画面。第二首《神思者故宫的记忆》，别的不说，就说这个曲子的名字就是很大气，旋律大气恢宏，气势磅礴，犹如万国来朝。这首音乐简直就是中国故宫的灵魂，给无数听众一种身临其境之感。吉田杰《遥远的旅途》，这是被很多乐坛前辈和听众称为世界顶级的纯音乐。音乐的高潮部分简直就是咱们的大唐盛世，给人一种仿佛穿越在历史的长河中，厚重沧桑，真是名曲中的经典。本期的音乐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